请开始。OK, yes. 你好，早安。我的中文名字是普安友，我的生日是12月14号。我是一个美国人的男孩，我是牛，今年15岁。是 Heritage 高中十年级的学生，我家有4个人，我有爸爸妈妈和一个姐姐。我的姐姐是大学生，她上 UNT 大学。我会说英文、中文和西班牙文。我住在北卡，我在了上大。我喜欢跑步，我喜欢爷爷赛跑，他很难，但是他是对我的挑衅。我上中文课，他是很难，但我喜欢。我希望我可以上中文3和中文4。我是黑带，输了4年时间。为了拿到黑带，我通过非常困难的考试。我和我的老师的对答，这是非常困难。通过考试之后，我拿到我的黑带。我希望中国青年年是马年。中文课学的很难，中文国青年的主动欠中国青年的红包和吃的食物，对很有意思。很多中国人会打乒乓球，我也打，我有一些我的拿到奖牌。以后我可以和中国人一起打。OK, 谢谢。谢谢。